中秋足球发无成言，中秋足球发无成言。师傅，听讲连迪师傅要重建足球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家属受姨太秀委托主持修建足球的工程，所以阮师兄弟才会下山发无成言。原来是安尼，我这有三两钱，我愿意捐出来，何师傅去做好事。多谢施主。这师兄，师傅有交代，一个人干那会用咧捐八分银，这三钱受济啊。那照师傅讲的去募款，咱爱何时才能募到千金？我看上无嘛爱三五年哟，师兄，咱不用咧违背师父的规定。你，多谢师祖的好意，也毋过，阮师父有交代，一个人干那会用咧捐八分银？奇怪，钱毋是捐愈济愈好？我头一摆听到这种规定，家属是希望会用甲搁较侪众生结缘呐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不要紧，阮家有四个人，这是四个人的钱。师傅，恁收下就是。多谢施主。恁弟大师要重建主桥。欢迎大家来落观哦！莲池大师要重建主桥，欢迎大家来落观。是莲池大师落观哦。嘿啊，紧紧紧！请各位善信大丁，做伙来支持主桥的设计。师父规定，一个人只要捐八分银就好。八分银就好。大哥，因伫个讲莲池大师，就是咱的文公啊。咱总算是找到文公啊。嗯。中秋足球，化无成言。桥若要坚固，上重要的就是桥墩。桥墩一定都要用砌坚砌木。师傅请放心，阮一定会用上好的木材甲石头的材料。嗯，虽然世间万卷，拢一定会经过成、住、坏、空这四阶段。也毋过，既然咱都要做桥了，咱都爱做一座会当百年不朽的桥啊！师傅请放心。阮一定会用心去建造啊！拜见文公。恁是？文公，恁袂记恁阮哦？是恁啊！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啊，文公啊！这当年金莲，一念他海底运功是有这话，运功你的胸怀如天托，替阮求情。兄弟自细无事大，我心骗鬼是为生活，拄着文公我菩萨，你的温情亲像山。哎，我唔是我菩萨，紧起来，来，你紧起来呀、啊！文公，
阮兄弟虽然是为非作歹，也毋过阮嘛是知影受阮同辈的道理。阮今仔日来到遮，都是希望会当报答你的恩情。是啊，阮讲，你啊，阮兄弟上刀山落油鼎，阮拢愿意哦。恁啊，不可信口乱言呐。希望恁永远都唔通去恶道受苦啊！哦，那是安尼，文公，阮兄弟愿意为你做牛做马。我嘛无希望恁做牛做马啊！做牛做马，只用力拖，未必。情献粉如麻，后悔当初已经太晚，多苦加心愈为愈酸。我希望恁永远拢莫受这种苦。文公啊，阮唔是真正要去地界。阮嘛是唔是真正要做牛做马，阮是想要报答你。是啦，阮公，只要你开嘴，爱阮做啥物吼，阮拢心甘情愿。嗯，既是如此，我想要请恁协助我做苏桥，恁敢愿意？愿意，阮当然愿意啊！阿弥陀佛。感谢天地大师，地里下山到河边，无论歹天也是好天，叫你亲心来顺心，两夫牵下来。主教圆满落成，拢是大师你的功劳啊！不敢，不敢，诸皇并无半点功劳啊！
如此啊，性命以我犹如浮云，自从志愿今后不闻百姓啼哭的声音啊。大叔毕生主观真是令人钦佩啊。诸位，这座主桥会当建成，感恩苏圣贤大德开龙相助，也爱感恩所有工匠所有的辛劳啊。最后，我也要感谢两位朋友。是什么人啊？就是袁泰和袁来，因两兄弟是几个月来专心投入造桥的工程，因的手要因的脚，我个全全是伤，因无提一分钱，因是要发心利益众生啊，也因伤痕累累。师父，你安尼讲，阮感觉足见笑的呢。其实阮兄弟这是第一摆做好代志，较早阮做足侪歹代志的，也毋过师父你拢无甲阮去嫌。是啊，经过这一摆，我才知影原来甲人斗三工，家己嘛感觉真快乐。感谢师父，给阮兄弟这个机会，甲大家同齐做桥。多谢师父，多谢师父。嗯，地高人界，神木大烟呐、啊。师父，阮兄弟希望会当留伫你的身躯边。是啦，求师父收阮为弟子。婚妻时的清规戒律是非常的严格，恁都要考虑好清楚哦。阮以前是做假的精灵。以后我们要做真正的精灵。嗯，既是如此，我就收您为弟子。弟子拜见师父。嗯，大师先收你为弟子，恭喜，恭喜呀！阿弥陀佛。又搁是半个月一摆的菩萨节目，每一届拄到这一天，我就全身无爽快。阮来这已经三年了，之前有几位师兄弟因为违背正约，伫个菩萨节目的日子，去予师父赶出婚车时，师父执行处罚的时阵，甲平常时拢无共款，面色都亲像冰霜啊。是啊，讲来，你在想什么啊？哦，我伫咧想，即届唔知影是虾米人犯戒违规。咱也无做虾米亏心事，是要惊虾米咧？是啊，唔免惊，师父来啊！师父来，以教佛者，在今日举行菩萨节目，若有违反戒律清规者，开大众之前发露忏悔，
若有违反，皆入正规者，开大将之前，发落忏悔。在恁入院之时，我曾要求恁必须遵守正约，唔肯遵行者，必须出院。今日在恁之中有三个人无遵守正约，依照规定，因必须都要离开分车室。公卿，师父，正约第一章是什么？敦孝戒德，十戒努力，凡世界也是有民族不离归来。情义做损害，也有何面目低言如来？地主知错，恭敬师父。正约第五章是什么？如何领着破旧烧马，在古街也不听将领呼唤之言，刀棍烧怕恶行变，要远难留去定烟。地主低头了，公来师父。正约第四章是什么？奉公守正，内面规定不可非礼莫法，你竟然所作奉献将无法之言，诸方担心，心所念，用用三宝，不挂经，三门四心，行不正。何德何能啊，花本性，出家人岂可利用世人的善念来满足一己的私心？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您不用再留在分车室了，愿您以后何事无一气，你马上离开，休再多言。师父，地主知错了，地主知错了，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公来一拜，是错愿，一时思虑欠周转，改过自新也未晚，未度。高游将归还。
父是不是会当原谅公来这摆的过错，卖将伊赶出混册室。恁初入院之时，我就明示情欲十足，爱恁牢记在心。这是全是正常爱共同信守的规定，也是我依恁每一个人的约定。违反清规者，必须出狱。身为当家的我，必须严格执行。身为总兵当家主，执行严，明目偏私。今日天也为改路，祖迈何今东三苏？师父，你免阁讲啊，你上宫来出。一起，师父，大哥，苏菲是不是也不肯原谅我？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敢讲你袂记得监狱内面的规定？我无袂记得。讲来。咱兄弟只一片，只有当作改革自新，互问为家。为什么要摕信众的钱？因为我需要钱。你需要钱做什么？我。第四户的消息，有少爷的消息啦。伊人可好？少爷，伊无代志啦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照顾病患的工课，让阮来就好。师父，请休息。我不要紧，我不要紧。师父啊，搁安尼落去，你身体是会袂堪住。